改了，他之前有说改台词。之前轮车跑这里的沙地是超慢的。对了，所以十四人家到底是一代还是二代啊？我一直以为他是二代。二代啊。只是为什么大家都是一代啊？我现在看他在介绍，大家都是一代。还是他那个参数还没弄好？什么一代？那个啊，他的热成像啊。没有啊，他是二代啊。一代你是刚刚开的车吧？哦、你刚刚 PK 上是一代。因为 TK 是都是三代 ，TK 都是三代。因为没有，因为测速五代金九零，不然我们每个丁介绍都是 OK。那个，我找设计位置。哎、欸，好像有无人机。我是 V 的吗 ？BNP 有 V 不出来。No ice， 先退下来。Oh fuck！ 你看，有 B 的，你都 B 不出来是这样。我被打了，被打了！啊啊啊！哇靠，那是二三八吧？呛死我了！炮找黄雕拼看看嘛，我把探头出去给他拼一下。黄雕不要吧？啊，不用了。哎、欸，好，他旁边还有一台那个，他旁边还有一台那个二三八。Nice， 感谢你。还有一个在后面。OK， 有看到了，同伤后面嘛。好，看到 I 伤。二零，套手礼袋，蓝，跟燃料厂，你启用掉。看没，那个三只驱动掉，飙出来了，丢我丢火炮 ，Come on, beat yourself fire, Lucian。啊，你有高清就成像在欺负人，没水准一。车长挂掉，好吧，车长换，对，被换下来了。我不敢再开上，我本来探上去，我怕我会被他那个炮打。算了，赌一下。哎，跳弹，妈的，我瞄太高。无人机，在后面。我出事就搞笑吗？收到，我出那个。刚来不然你打到吗？我刚。我刚那几炮打的有够烂。怎么是这把？他现在在应该在那个什么、啊？他应该在一万的右上，一六的右上角吧？一六右上角。有飞机、啊？但是我不确定。他开始移动了。飞机呢？205高空。我看到了。飞机吗？我要不要出防空？可以啊，你可以出。OK， 好。我来防空子，防空子。我、啊、卡了，就只打断支架。哎呦，太熟。海上 ，fucking， 哎，没东西，还太远。206020，对，还太远。对，哎、欸，不然那个他刚刚是对死炮手，那车长换进来了，然后那个油箱，炮手油箱。好，两幺洞，幺洞洞。One shot out。I can see it.建筑物后面看不到。嗯。所以 can shut out。我还没死，我操！他不知道被什么打到，还没死。啊，老表被我拿掉了。对不起，刚不知道那是哪位老兄。好，感谢。哎呦，哎呦！我看到。太棒，丢死！丢好远了。哎，他老兄还在飞，他老兄还在，没事。好，我是真机。他在杀去后面。他被我打一点不弹药。
干得好！欸，他们有防空吗？照一下，不太晚。无人机看一下。如果没关系，我直接就结束了。来帮你们打防空啊！来玩搓搓乐。耗住，能耗住。哇，这附近完全没有掩护，给我没让我射导弹的。哎，有，好像有架飞机。哇，这是飞机还是那个什么无人机啊？哇，这边两台开过去。哎，我被打了一炮。有一架直升机，应该是卡五零。我没办法，我没有对空啊，我要直接冲上去跟他近战吗？冲上去跟他近战。哎，我现在标不了吗？这里有人啊，算了，标不了。这边有两个人，这边一个，我冲过去了。我靠！我要把那边打了。对，你先，你先在旁边这里有去注意那台卡姆。近在我左边。不是，我现在我没有对空导弹，我冲去用20打他。前提是我打到我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麻烦你护我一下，我要回去。我现在那个什么机身坏掉了。OK， 现在拉很低，我不知道打不打到。真是挺低，他应该打到我的。我要数了。哦，感谢，感谢。艾布兰，不是艾布兰，他应该是残吗？我刚好。好，那现在我要去那个了，我可以转回去打导弹。这人的位置太低耶。OK。买复仇，散热器油箱。哦，八九四哦，有点可怕。在哪里啊？啊 ，A 点怎么在被打？哎，二九 A 点是二九，我刚刚要打他，结果被那个。再见，喂。OK。我先差一万吧。好，我先撤退了。终于先把他打光，然后先加速飞回去了。哎，下午就草龟送货了。导弹还是贵，但是那个什么啊，那个不贵。我先草龟。有血 AV。A 点有人吗？就是刚才。哦。OK。那我先回去补个弹药。对啊，这台比亚帕气好飞很多哎、欸。那你因为飞车也不想飞亚帕气。哇，致命攻击！大爆发！大爆发 ！Hello！ 哦，是的。哎 ，motherfucker， 谁上路？哦，真的差不多挂完了。哇！我飞机的那个泰隆跟那个泰隆跟机身全坏光了，结果我里面的一点事情都没有。二三八哦，哇，又不敢靠近了，做最大的噩梦。
充30秒。他们是两个人，他们是最后一个人，最后还他们是一台位三八，刚亮出来的，那就是他了。Hello，Hello darling， 方 ，Poor motherfucker。哎，哎 ，You 啊，好，十一个助攻。哇，你七个助攻，你是侦察助攻吗？下次我未免如果全部吸的是手打伤害助攻，我会气死。还有博士，哦，你再七个试试吧。你看我七个里面五个是我手打的，你看我那个就知道了。是啊，因为你开始开武器协同嘛，你就两个武器协同的侦察了，辛苦你了。结束了。我其实对直升机还是没有很了解。直升机在高速的时候，只要往上拉，它往左边翻掉，那个是因为什么？其实是那个什么，它的辅助操作系统误判嘛？应该是惯性的关系吧。哦，飞直升机不像，没有人会飞直转南，也可以把重距马上拉低啊，应该就可以。可以从桥下飞过去吧。空啊！那对面那个是要出车了。耶！没有啊，他没有了。他在洗车，他肯定还能出车。小，他出眼睛被我们打，他不能。是啊，不然他到底干嘛？哦，没有，厉害！他的轮胎我就不要出。这有伤害吗？应该没有吧。有伤害，我刚才起飞。Ow！ Motherfucker！ Ow！